我们就正式开始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加尔科学广场的现场，就有一些好朋友。先照惯例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参加这个科普活动的朋友，可不可以举个手？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加尔科学广场这个科普活动的主持人就是我自己。那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逼不得已自己要上场一下，不能每一次都是请我的好朋友来担任这个讲师哈。所以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场就是由我来跟大家主讲今天这个场次。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加尔科学这个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我们从大概2008年一直举办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场了。那原则上大概是每周或者是每两周的礼拜六下午，我们就会在这边聚会，然后带着大家就是观察体验很多科学的现象，或者是动手操作，甚至做一些作品回去。那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大前提是啊，虽然你知道吗，现在政府被骂得很凶嘛，然后教授也被骂得很凶嘛，但是不要忘记，还是政府的经费其实有一部分是投注在像这一类的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也有很多大学教授其实是很努力的在做我们的科学教育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国科会科教处给我们经费补助，让我们可以持续举办这个活动。那同时呢，因为你知道政府的预算也是很拮据啊，所以预算不足的部分哦，也非常感谢中央大学就把不足的经费补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见面，其实是真的要感谢，就是两个中央哈，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中央大学。好，那这个是加尔科学广场的这个活动的由来，就是很开心在这个每个礼拜六的这个活动里头，我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所以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场了，当然是我自己来主讲哈。然后大家就是在网络上都有看到，我们这一场的这个题目定为这个科学演示实验12星座发表。那这个概念其实是偷我们的周董啊，周杰伦啊，他最新的专辑就是12星座啊。那我们的这个12星座就是把在2012年我们实验室所研发出来，比较合适作为科普活动的素材，挑了12个跟大家分享。那不是说我们实验室整个2012年只做了12个东西，哈，很简单的东西，不是，我们只是挑出来一些比较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的东西。那我想在这个整，因为今天新朋友非常多，所以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那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你们未来有机会的话多多帮我们宣传，然后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我要播一下我们的简介的影片哈，所以麻烦那个陈福帮我切到电脑。然后刚刚大家在这个休息的时候看到很多光线哈，这个如果你很羡慕的话，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先提前一年公布，这个活动大概一年会举办一次，多半是在年中，就是12月的时候，那是看情形哈。然后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大概是全台湾的，我要电脑，就是进到电脑，我要播我们的，点一下什么？然后呢？可以按结束最下面。好。OK， 所以这个光电活动，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注意我们的网站的资料。大概在每年的12月左右，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刚刚讲到一半是，我们很自豪的是，大概在全台湾所有做光电的场合，你可以最这个实惠的成本，就是最少的代价，做出一支光剑，只有在这里了。那这个马克顿他做的这个光剑，在网络上一支是要卖400块美金。那您来到这边的话，门槛价就是做出一支1000块台币。然后如果你要做出来的这个光剑有音效，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大家休息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音效的话是2000块。所以比较一下，哇，真的很便宜哈。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我可不可以进？桌面在哪里？
片，是今年版哈。好，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哦，然后我们再正式进行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哈。最主要就是做很多物理演示的教具，然后把这些教具呢，通过物理演示的方式，然后去帮助我们一般的那个讲述式的 lecture 的课程，让它不再是这么的单向，所以单向就是老师一直跟学生讲，然后没有互动，然后也不再是用想象的方式去学物理，所以我们有一个实际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操作，你可以改变变异，然后你可以让学生观察，然后让学生讨论思考等等。大多数的这些实验器材哦，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学校大学部的学生，他们在老师们的这个指导下去制作出来的。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必须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一定透彻的了解，对不对？然后你再开始做设计，然后你设计出来以后要跟老师讨论，就是设计到底可不可以被执行，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功能。这整套流程呢，它是从零啊，比如说到一，就是从无到有嘛，然后你把它切成好几个 phase， 好几个阶段。因为对这样的学生而言，你如果跟他说，哎，你要一杆进洞，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自己觉得学生比较大的收获是，他可能以为他非常了解这个东西，那他在做的过程里头才发现，哎，原来他有一些概念其实没有想清楚，这是他自己的收获。我们再来看解说员的部分，解说员部分的难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他面对的对象很多，可能从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路到大学生、研究生，那他怎么去把一个科学的现象讲到，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听得懂，不同年龄的人也听得懂。所以你今天不可能跟一个比如说幼稚园的小朋友讲什么叫角动量守恒，所以你对大学生讲的语言，你就必须转化成是小孩子听得懂。所以啊，在创新教学是一块嘛，然后另外在科普活动的话，我们有很多。等一下，谁帮我递东西？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一个假日课，帮我递东西。那这个活动的对象就是一般的民众，然后大多数你是哪？你第几组的桌长？爸妈带孩子。那你是什么任务？或者是先把那个王师傅那些都拿上来。跟老师问过了，我们会做几个东西，一个是保温剂，一个是抗菌的洗手乳，然后最后一个是。喂。正常的假日科学广场，朱老师是主持人，就是不是演讲者哈。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演讲者，都没有演讲费，也没有主持费。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协助那种知识教育的部组，因为考试的前置，所以它变得有点僵化。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些对象，然后帮他们举办，比如说我的科学体验教室，让他们可以到中央大学来，然后实际参与，比较不同的科学学习的。的方法，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会有科学园游会这一类。那科学园游会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主办，有时候是搭配基金会啊，或者是各种的机关团体他们的需求去协助他们办理。还有一些就是产官学研界，他们这个不同的，不管是领袖啊，或者是专家学者，他们都会过来看我们是怎么做这件事。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贵宾，比如说诺贝尔奖得主啦。如果你上史上最短的网址 PHY 等级的，或者是物理中文物理等级的，那你会看到的画面就是有主要三个网页构成的，一个就是物理演示实验室的网页，一个是科学教育中心的网页，另外一个是中大物理系的网页。那在物理演示实验室的网页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科学相关的演示，就实际的拍摄出来实验的影片，还有它的讲义啦、它的文稿、它的参考资料等等连接。那在科学教育中心这边的话，就
是我们说比如说课活动的记录啦、预告啦、报名的系统啦，或者是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过去举办的一些活动的记录等等，都会放在对焦中心这里。相信大家通过刚刚的影片的介绍，对中央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以及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所做的一些工作有初步的了解。我们希望呢，通过科学演示或者我们说物理演示这样的方式，来介绍给各位另外一种学习科学的方法。那这样的学习方法呢，绝对会比传统的学习方式让你觉得科学更贴近人，没有那么的艰涩难懂。如果你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兴趣的话，欢迎上史上最短的物理网址看一看我们的工作内容，然后给我们一些支持鼓励，谢谢大家。好，这边待会再鼓掌没关系。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slogan 哦，就是我们非常强调这个，你学习科学，你一定要亲身体验。这亲身体验包括你自己动手做实验，或者是做一些不管是拆解一些仪器设备啦，什么都可以，反正你一定要亲身去体验哦，这件事是重要的。然后你亲身体验的情况下，你学到的科学哦，它是充满创意的，它不是僵化的，它不是为考试而学习的。那我想这是为什么各位应该知道，你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是打败了多少人才可以过来的。有没有人有概念？哪一个朋友要跟我分享？你们大概不知道，就是你们这场的报名人次大概是你目前坐在这边的三倍以上，也就是其实有245吗？我记得是的。林英是多少？好像不是，我们这一场总报名人数是多少？249倍，所以249位大概就80位最后可以进到这边来，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的 slogan。然后呢，科教中心主任其实是我们的易台生教授哈，他也是我们物理系的这个教授，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物理系的老师。那因为易老师是走这个沉稳内敛，然后是这个很不愿意上镜头，所以刚刚所有的这个影片没有看到我们易老师哦。不过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灵魂精神的支柱哦，所以我们很感谢易老师给我们这个场地，还有这些空间弹性，让我们可以有所发挥。好，那至于大家看到这个影片哦，其实是谁拍的？这三位哦。他们其实大二升大三的中央大学的同学，然后他们从拍摄到访问到剪辑全部都是一手包办，所以要到字幕啊后制这些，所以很感谢他们。好，那这个是中央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以及科学教育中心的介绍。好，我们就把它停在这里了。在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之前，先来一个有奖征答哦。那这个有奖征答哦，在后面你到时可以看到全部。好，题目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开放给小朋友举手。你今天是主球服啊？对，请你扮演九年级以下的，好吧？才可以举手，爸爸妈妈不可以举手，不然不公平啊。九年级以下的小朋友可以举手。问题是，仔细听哦，史上最短的物理网址是？谁举手？举手，这样。来，你，大声一点。物理怎样？物理而已吗？物理怎样？你要不要上来帮我们写一下？不要害羞，我们今天会找很多小朋友上来哦。你要不要讲？我先点你哎。不要这么害羞啊，他小几？妈。小六哦，小六还这么害羞，那你上中央大学就变阿宅哦，变宅男哦，不可以，什么？哦 ，PHY.TW 很棒，好，哎呦，太紧张了，来，重写。那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所以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来，首先放下哈。这是英文网址嘛？还有一个中文网址，对不对？还有中文网址。很抱歉，这一次哦，小三或小三以下才能举手，好不好？你是小一、小二、小三的，或者是你是大班，
的中班小班都可以举手。还没还没，然后老师说一杯开始你才可以举手哦，啊，要开始才可以举手哦，要始要讲完才可以举手哦。如果老师那个一杯开始，哎，你要等我始讲完才可以哦，可以啊，准备好了，一杯。那个工作人员帮我看一下哦，那省得我那看到这边忘了那边。预备开始，哪个最快？来来来，你。物理点 T W。你会不会写物理？不会。你会写哦？好，那我帮你写，我帮你写，很难哦。哦，物理不止很难，还很难写。好啦，这两个小朋友，来。周老师今天第一个奖品来送出来，来曾同学你来，绿色跟红色，你要哪一个？还是要红色？我有红色，你要绿色吗？没有黄色哎，是绿色跟红色，那就好吧哈，谢谢你。然后刚刚这个同学大一点，来，这是 L 的，应该穿得下，穿不下事后再来跟我们换，恭喜你啊，先拿到。一开始两份礼物啦，好啦，然后我们来开始玩了。玩什么？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不晓得有没有朋友，朱老师在讲那个餐桌物理学第一课、第二课，你有参加过的，举手吧。耶，全部是新同学。餐桌物理学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课。但是因为朱老师在这个场合已经讲过两赛三次，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讲旧的东西。今天会讲一些餐桌物理学的东西，然后带更多厨房物理学的东西，好不好？那今天不能把整个厨房搬到假日科学广场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厨房，坐在这里哈，小锅子、小瓦斯炉的。刘炳恩同学，你要坐后面一点，不然因为我们的钱不够给你们保险哈，所以。等一下，又是水啊，又是活的啊，又是微波炉啊！刚刚已经听到小朋友说：“哎，要玩微波炉爆炸吗？”没有啦，我们没有这么嗨啊。所以周老师把这个小厨房搬过来，那个我助理帮我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锅子，有没有？然后先自表一下，表什么呢？这个周老师平常在家里是不做菜，就只在实验室里做菜，这是怎样？好，我们第一个要演示的现象是这样，这个现象呢？我先统计一下，我们知道现在男女平权，所以我不可以说，哎，平常妈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这是不对的，因为有可能在家里做菜是爸爸，所以我们是不是来稍微调查一下，爸爸们平常在家里有下厨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啊，男生也可以啊，男生也可以，只要是你是男生啊，不管你几岁，你在家里你会使用目前朱老师。面前的这些东西的，请举手。来，你看、啊、还是少哎、欸。哎呦，可是很多小朋友，哎呀，这台湾的未来有希望，因为男生愿意下厨了。好，那还是照例问一下，妈妈们呢？妈妈们平常有在做菜的举手。女生都可以。好，谢谢哈。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我基本上觉得有在做菜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来不下厨的，比如说像朱老师就觉得，哦，怎么这么有趣？那是什么现象呢？来，哪个小朋友可以告诉我水的沸点是几度 C？ 100度 C 还是 S？ 哎，温度有好多个像 C 对不对？100度 C， 所以水的温度如果超过100度 C 会怎么样？沸腾叫做它会怎么样？煮开会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哎哎，那每次烧开水那个白白的那是什么？小水滴。小水滴，你看，中华民国多有未来，多有前途啊！别一天到晚唱衰我们好不好？对不对？烟嘛，哈，烟其实是很小很小的水滴。所以真的水蒸气就是水的气体，你其实看不到的。好了，不管，我们现在来讲哦。小朋友都告诉我，超过100度 C， 水就沸腾了，就变成水蒸气嘛。所以我这锅子很热很热很热，超过100度 C 的时候，我水一滴下去，水应该就啪就蒸发了，对不对？谁说不一定的？嗯？谁？等下做实验做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会加很多。
可以加很多水，然后就不对对对，讲得好啊，没错没错啊，可以加很多水啊。所以我当然会有很多小助教，因为科学是要经过实验的。好，那我们来开火哈。好，接下来的过程就会很危险哈，所以那个刘炳恩，我已经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很小心啊。好，那这样。好。好，然后朱老师呢，当然不会用手去摸一摸锅子有多热、啊。那妈妈们各自有各自的 paper 啊，可能会去就是看一下这锅子有多热。哎，我们是物理系的嘛，就有仪器啊，量一下哈、哦。现在这个温度大概是看得到吗？反的哈、哦，100多了，我们已经超过了。有没有超过？有。所以水一下去应该就沸腾了嘛，然后变水蒸气，对不对？滴水下去，不一定。哎，你看到什么？没有沸腾哎，就水珠在里面滚来滚去。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滴了水，我的锅子的温度已经不到100度了吗？没有哎，160几度哎，170几度哎，水还是没有沸腾哎。先关掉，先关掉，我好紧张。紧张的是各位并没有保险呐、啊，我也没有保险呐、啊，然后平常又不做饭呐、啊，厨房经验不够。你看，哎，那个水珠是不是在锅子里头跳舞？对，它没有马上沸腾呢。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你刚刚的温度是超过100度C 的？小朋友不是跟我说吗？100度C 就会咻变成水蒸气，要久一点，对不对？它不会马上。它不会马上。不会马上。哎。对啊，可是他也不应该在那里这边那么小一滴水，竟然在那里给我滚来滚去，这样实在是因为中间受热最大，旁边会慢慢散掉，对，旁边不会很棒。各位，不管你们是大朋友小朋友，你们都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叫做你们充分展现了你们的探究精神。什么叫探究精神？对啊，就是研究精神。嗯，好，探索跟研究，探究精神。你不会马上，这个是不在那个剧本里头的。你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答案，不像你平常在学校里头，老师就说，老师跟你讲哦，这个如果你没有看节目带，这个就叫做莱登福斯特现象。莱登福斯特现象就是说呢，这个水怎样，然后讲完以后你就好，同学就把它背起来。可是你没有看过，你没有体验过，你没有想过。哎，照理说超过100度就应该要沸腾啊。好，想一件事情，锅子很热，水下去当然要蒸发。所以你们想象，这滴水，它一碰到这个很烫很烫的锅子的时候，碰到那个地方，马上变成水蒸气。变成水蒸气之后，这个锅子跟这个水滴之间热容不容易传导过来？就不容易咯。来，老师画给你们看，这是你的锅子，对不对？这个是你的水珠啊，把它画很大，这样才看得清楚嘛。水珠一滴下去以后，跟锅子接触到的这些地方的水马上蒸发变成水蒸气，这边蒸发变成水蒸气之后，锅子的热就比较不容易传到这个水滴，不容易传到这个水滴，所以水滴不容易蒸发。还有，你这边蒸发的这一层水蒸气，是不是形成一个像气垫一样？所以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现那个水在锅子里头是这样？好轻松哦，好像都没有摩擦力，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想象摩擦力嘛？哎，它像滚来滚去，好像在溜冰一样。为什么可以滚来滚去？气垫在下面呢、啊。好，所以第一个节目告诉你，下次妈妈做菜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刚刚又讲了一个那个，爸爸或妈妈做菜的时候，或小朋友哈、哦，如果家里有做菜的话，常常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太担心小朋友的安全，所以我们会说，妈在做菜，不要过来，
这里很危险，这里有水又有火，然后又有什么瓦斯又有什么，很危险，很危险，对不对？没有错，危险归危险，只要你控制得宜，下一次你的厨房可以变成科学教室，对不对？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很好奇的小朋友，可以让他在旁边看啊，厨房里头好多科学哦，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好，谢谢，请工作人员帮我测一下。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哦，是家里有微波炉的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举手。小朋友可能要想一想，我家有没有微波炉？爸爸妈妈家清楚，来，家里有微波炉的举手。有没有？有没有？秉安同学，你家有没有微波炉？没有，对不对？那你们看过微波炉？你在哪里看过微波炉？外面。外面是哪里？在马路上吗？不是，在哪里嘞？校长办公室吗？也不是，那是哪里呢？你小几？他小几？小二。嘿，你在哪里看过微波炉？外面卖饭。哦，卖饭的餐厅的，或者是便利商店，有没有看过？没有。便利商店有哈，下次去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几乎都有微波炉。好，听到这个题目，微波炉测光速哦。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光速。什么叫光速啊？朱老师这边拿一个手电筒，对，一打开，这个光到达你的眼睛，它速度有多快？有没有小朋友知道答案？一秒钟到地球，它一秒都可以。好好，你先讲，你先讲。它一秒都可以绕地球几圈吧？好，那这样一秒钟走了多远？不太，我没有在。地球有多大？这么大啊！我没去研究，我、哦、没有研究，没关系，这种问题不用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地球有多大。你说，有可能会是。现在小朋友是讲话都这样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啊，四千公里，一秒钟四千公里。好，开放爸爸妈妈也可以讲，还是哎，这里有小朋友多少？11万光年，光年是距离的单位还是速度？还是时间？好，来，哎，光年是速度。每秒一秒，他讲的很棒，地球七圈半，地球七圈半，有没有人坐过飞机？有。来，你飞到哪里去？小妹妹，你就你十一组的。马来西亚，你飞多久？三个半小时。哎，那个佩宇，我是 B， 被干扰。三个半小时飞马来西亚。所以你如果飞到美国，可能要更久，对不对？可能要13个半小时。喂，好。所以你飞半个地球，用飞机飞的话，大概都要十几个小时。光一秒就给我走七圈半，很过分呢。我们绕地球一圈要20几个小时，他绕地球一圈，你看。才在对不到一秒，所以它很快。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写的过分一点。什么叫过分一点？就是科学家喜欢的，每秒3×10^8公尺，你是公尺哦，还是很快。反正这个都是很快。好，来，这么快的速度，我们怎么测得出来呀、啊？你会说，哎，这是科学家的事嘛，对不对？小朋友有没有在学校运动会跑百米的，有得奖牌的？你有得奖牌哦？你这么小哎，你得什么奖？第一名。什么的第一名？100公尺，你跑几秒？15秒。哇，很不容易耶，因为你看他的腿，他还没有长，就是完全长成成人，所以他的腿是比较短的。去就这样跑，很厉害，15秒。所以怎么测你100公尺跑了15秒？码表对不对？你要
砰，然后开始噔，然后到滑中点按下去，哦，15秒。所以小朋友的速度是，不好意思哦，还是写一下，100公尺，每秒100公尺。好，那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差多少呢？这个啊，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咻咻，好，这是光，光很厉害哦。好，那光这么厉害，我看也，我怎么看呐、啊？刚刚周老师说我拿一个手电筒，然后呢，你帮我拿一个码表，然后说周老师就说好，我要按手电筒喽，按下去，啪，嗯。他已经一秒钟走这么远了，我怎么测啊？对不对？我要我另外一个同学要站在那个30万公里以外，然后啪啪啊一秒啊，好难测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当厨房科学家，因为大家厨房里都有，多数人都有微波炉。那可不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把微波炉搬上来？然后我们会端出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我们测光速呢，因为不是像科学家用很精密的仪器去测，所以我们测差不多就好了，好不好？这样听得懂哈、哦？我们不会量得非常非常准，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用什么东西测呢？来，棉花糖，想不想吃？我想吃哦，可我这么害羞啊！不要嫌弃我们的实验仪器嘛，虽然这是做实验的，可是这个还没有经过任何处置是可以吃的啦。好，我要征求一个小三的小朋友来帮我，有没有小三的？好，你小朋友来，你穿紫色衣服的小妹妹来，小妹妹要帮我做这个实验哈，但是妈妈不要担心。爆炸的时候我会叫你跑吼，所以你不要紧张。来，你要帮朱老师做的事情是这样。好，这边有个盘子，对不对？这边呢，你有没有朋友跟你一起来？没有。好，你可以找一个小帮手来帮你拍。好，哥哥来上来帮忙。来，你，他走了。怎么会哥哥在害羞？来，怎么拍呢？你就帮朱老师把这个棉花糖一个一个帮我拍好，这样哈、哦，拍满这整个盘子。好，但是不要拍到明天哈、哦，不然我们就不能下课。好，谢谢，麻烦你。还好、哦。那他们在很努力的帮朱老师拍这个棉花糖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待会要做什么事情，好让大家有心理准备。要不然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爆炸，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然后就吓得心脏病都出来了。然后这边因为有录影啊，所以一定要跟国科会教育部我们中央大学的长官说什么呢？啊，亲爱的长官们，我们买这微波炉呢，当然是为了科学研究，然后要做科学实验，对不对？如果偶尔拿微波炉来热一下便当，那这是它的附加价值。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拿来做实验用的。所以，如果在座有本校会计师同仁哦，您终于就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科教中心报的账的名目都很奇怪哦。我要排整齐哦。很整齐哦，啊，一个接一个这样子。好，那我们预告一下，待会做什么？微波炉给它打开。那通常打开里面是不是就会有个盘子？我记得我们的盘子被拿掉了，然后放了三个橡皮擦。我待会会跟大家说这三个橡皮擦要干嘛的，先拿出来。好，如果这边同学看不是同学朋友看不到的话，麻烦你们可以看一幕。哇，来，你叫陈冠云，啊，你嘞？陈佑仲，我们谢谢我们陈氏这个哥妹妹组，谢谢你们，谢谢他们排的有没有很棒？好，那这做完实验你敢吃吗？好，你回去想一想，谢谢你，谢谢你们。哎，这是他们帮我排的哦，然后这个我再加码一下好了，把旁边也包起来，就是空间不太够了，好。这个实验啊，我们其实分别对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生，我们都做过。
但是最有趣的结果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国中小的同学们，他们的实验精神展现在哪里？展现在待会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棉花糖做完实验以后的样子哈。然后做完那个实验的棉花糖，他们还很有勇气的把它拿来吃。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多有未来啊，前途多么光明。好，这是我的一盘棉花糖，好，然后我就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头。可是刚才有跟大家预告说，哎，我这个微波炉不太一样，我把里面的那个转转转的盘子拿掉。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微波炉在热东西的时候，那个盘子要转转转呢？你到底小几啊？你还是你现在大一了？不好意思，跳鞋跳得很快。你才小五哦？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知道。好，你说。就是因为那个盘子在转的时候才会平均熟了，是吗？你讲的好有小问哦，来，我没有办法复述，所以你自己再讲一遍。就是因为那个盘子在转动的时候，那个食物才会平均熟的。哥，讲到重点，哎，你的名字在哪里啊？我都看不到。没有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就没有啊。哦，好，没关系，我马上帮你做一个名牌，不要伤心哈。来，他讲到了一个关键字啊，平均受热。好。的确，你那个盘子没有在转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管是热菜、热馒头、热什么，然后东西就会一边很热一边不热，对不对？可是你要转转转的时候才会平均受热，那是不是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微波炉里头，你加热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热，有一些地方会没有那么热，所以你才要转转转。比如说这边比较热，你就转转转，均匀的通地方，比较热比较冷，比较热比较冷。你均匀的通过热啊冷的地方，这样子你的食物就会均匀的被加热。那我们现在不把盘子那个转盘放进去，我们把它拿掉了。拿掉了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不均匀加热？那个微波强度很多的地方，是不是就加热特别厉害？微波强度比较弱的地方，可能就不会加热的那么厉害咯。但是我们做这个实验还是要安全考量啊，所以能不能拿铁盘子进去？不行，对不对？好，那不行会爆炸。好，不至于爆炸了。好的，做好做好，放进去了。好，你说你家没有微波炉吗？家里有微波炉的小朋友，微波炉在。七七在加热的时候，妈妈会不会跟你说闪边？离一公尺。来，你有没有离他一公尺？有吗？哈，我离他有没有很近？有。那我有没有很危险？没有。那我该怎么办？谁说没有？好，那你来，你来当助教啊，站在这边啊，帮助老师操作啊，不可以远离这个微波炉，就要离我现在这么近哦。所以你就在这边被烤哦，不会热吧？不会热哈，你可以把帽子拿下来嘛，以真面目示人哈，知道？这样子以后才有机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周杰伦。你周杰伦刚出来都这样。哎，妈妈在哪里？谁跟他讲？妈妈，他可以站这么近吗？操作微波炉？妈妈说不可以，好，回去。所以我都是直接走过去而已。直接走过去而已，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因为你们就要原谅我，待会那微波炉 on 以后，我就要闪哈。好，来，所以我们开始来加热。谁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加热多久？一个小时。谁？20分钟。20分钟。这样啦，我们看情形好不好？看什么情形？你们坐在这个微波炉的正前方嘛，你们帮我们看一下，如果那里面的。那个棉花糖哦，已经发出哀嚎哦，好，你就赶快说停停停停停，可以哈、哦，好，我开了，5秒就好了，5秒太小了啦，来，我打开了哈、哦，好，我要闪了，看不到没关系，有前面有2个助教在帮我们看，我也看不到，挺汉应该要帮我看一下，你这是家科学广场的老主顾了。要帮我们当那个助教，有蓬起来吗？蓬起来了吗？蓬起来了吗？
有。有一些封起来了。封起来了啊！好，我现在要把它关掉。谁跟我说封起来了？刚嘿，砰很大的时候再叫我，好不好？好，不要这样子，就太靠太近了，然后会有危险。有砰很大吗？来，停看，帮我看。好，我大家拿出来就是那个。惊奇一瞬间，所以来，你们发现有些地方，你看这边封起来了，这边封起来了，有没有？这边还，这边也封起来了，再给它加热一下好不好？既然要做实验，就要彻底。好了，这个在这个正负五度角之内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助教。因为你有看到那个微波炉有奇异的现象，不是微波炉，棉花糖有奇异的现象发生的时候，赶快提醒我们哈。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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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拿出来了。哎，有看到封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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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这里有没有封起来了？好，我很快的量一下。量什么呢？我们量两个碰起来的距离，比如说这里到这里，这边是不是一个碰起来？这边是不是一个碰起来？我们量一下它距离哈，来，这一点到这一点，大约6.5公分，好，我把它记起来，可能看不太清楚，没有关系，请相信朱老师，这边一个碰起来，这边一个碰起来的中间，大约6.5公分，好。我把它写下来。哎，这6.5公分要干嘛？要干嘛？来，我的，谢谢，给西腿来。就是。你知道吗？哎，有一部新电影不知道上档吗？什么什么宗师啊？一代宗师哈！你看我们这里又是水啊，又是火的，又是刀啊，又是枪，又是剑的，又是光剑。然后这边这个虽然不是大狗棒哈，好像也可以当武器。朱老师干嘛拿出一根棍子来？有没有小朋友有学乐器的、啊？弦乐、管乐都可以。谢谢，你是什么？小提琴，对不对？那这。钢琴对，还有没有其他？你是什么？也是钢琴对。钢琴你在弹的时候，或者小提琴在拉的时候，你是什么？钢琴还有小提琴，你呢？吉他。好、啊。哇哦！吉他，嗯，好。那个待会活动结束的时候，可不可以留一下姓名、地址、电话这样子？我们以后保持联络。我们那个尾牙需要你表演的时候，我们再请你上台一下。这么小就会弹吉他，好来。为什么提到乐器哦？你不管是弦乐或管乐，那你在发出声音的时候，那根弦是不是会震荡？或者是你吹这个笛子啊，或什么，让空气在里头震荡？那我们现在没有那么高级啊，朱老师什么都不会啊，又不会弹钢琴，也不会吹笛子，都不会。那我只会拿一根木棒。也是一个现象给你看，就是如果敲这根木棒，你仔细去看一下这根木棒上面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看听得懂哦？啊，要看距离哦，没关系啊，直接看结果来。那青菜啦，我就用手敲好不好？可以哈。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地方不太动，有一些地方动很大？有没有像这里都不太动啊？啊，这里动很大，有没有？啊，再敲一次，欸、你帮我敲好吧？你手会不会痛？不会。啊，随便你要敲哪里。哇！哇，这很帅哎！有没有发现？哎、欸，我觉得你演示效果比我还要好哎。嗯，好，下一场加入科学广场，请你来当助教。这个，谢谢。
这个危险的武器赶快收好。刚刚的那根棒子，你会发现它震起来的样子怎么样呢？可能是比如说我画一个最简单的，这里不动，这里可能不动，这里也不动，然后这边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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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当然它可能你们看到的不止，也许会有这样子，有可能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或这样子的一种震荡的方式，我们在物理上有一个很炫的名字，叫做驻波。驻波的意思，在座可能有国文老师，就算没有国文老师，小时候都学过中，就是国文哈。驻就是停在那里不动，所以它是不是停在那边不动？好啦，驻波就是微波炉在加热的时候，那些微波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所形成的一个形态。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形成了一个驻波，能量最强的地方大概在这里，在这里；能量最弱的地方，没有微波的地方在这边。为什么？动很厉害，是不是要很多能量？这边不动是不是没有能量？对不对？你不动，你要不要花力气？不用啊，你要动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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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花力气？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他太难了，他小还是大白？好，太难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嘛，我这边动很快很快，能量比较高；不动，能量比较低。这是一个驻波的形式。讲到这里，大多数的人都可能已经忘掉我们刚刚量了一个6.5公分要干嘛了。好。周老师告诉你们，6.5公分就是这个微波，它在这个微波炉里面形成的驻波，烧的最厉害的是一个点，烧的最厉害的是另外一个点，这两个点刚好是一个波的波长的一半。好，所以这个是波长的一半，波长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 lambda， 所以你的 lambda 是多少？13公分，对。13公分是 0.13 米。有了这个之后，哪一个小三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告诉朱老师，波的速度由波长跟什么决定？小三以上的没有？7、8。有，太好了，好感动。来，这个是波长，大家请我工作人员帮我擦一下这个哈。等到下一个的时候，频率。好，我们刚刚不是要测光速吗？你有波长了，没频率嘞，怎么办？少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藏在这里。微波的频率是多少？谁知道啊？你当然知道啊，这里就有写啊，写在哪里？平安，你认得出频率两个字吗？你小几小？对啊，小二哎，小二就认得出频率两个字，我们就哇，有看到吗？在哪里？看到有没有？这边写什么？震荡频率，对不对？二，帮我念。2450。好，2450。可是他写了一个奇怪的东西。Megahertz， 爸爸厉害啊！来，频率2450 Megahertz。好了，小朋友说，朱老师，什么 Megahertz？ 我从来没有听过 Megahertz。没关系，看广告的时候有听过哦。中华电信广告就是说哦，一枚、二枚、好多枚。那个是什么枚？就这个枚。一个枚是10的6次方。他们说老师说这10的6次方什么？不知，就是一后面接6个0，很多零哦，这么多零。把这个叫做频率，乘上我们刚刚知道的波长零点一三，
要不要很厉害的计算机？不用，我就把我助理每天要算账给会计师的同仁看的这个计算机拿来啦，来，零点，我看二四五零哈，二四五零，然后后面要乘几个零呐、啊？六个零，没错吧哈？然后乘上什么？零点一三，好，出来，来什么？3.185乘上十的八次方，对不对？是不是很接近光速？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测差不多就好了。啊，有没有真的给它测出来？有哎、欸，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家庭主妇哦。我们在厨房里头也可以测出光速哦，而且用的材料超简单的，用完以后还可以拿来吃。好，那我们就把这盘这个可爱的棉花糖送给刚刚帮我们的小朋友的。我跟汉罗妹。好。哎呦，我就是你们来了三个哦，来。但是哎呦，我有点担心，我朱老师不保证吃了以后我不会怎样。来，这个棉花糖，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分送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哈。只要小朋友就可以吃哈，大朋友不要抢。好，做完年制糖，我们第二个实验，来来来，我们第三个我们来做一下哈。这个就很简单，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玩了。小马在厨房跟餐厅，马今天做的东西叫意大利面。妈妈做意大利面，小朋友很无聊。然后小朋友上过朱老师的课，就会跟妈妈讲说：“妈妈，朱老师说我也可以在厨房。”可是他又很无聊，所以他就偷偷把妈妈的意大利面拿来，咻！好，以上那个也是要跟长官说一下，我们并不是在浪费食物。我们知道现在地球是很辛苦的，我们要节能减碳，要节约能源，然后粮食危机等等。但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必要的食物还是要牺牲。我们可以牺牲一些食物，如果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说让我们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上升的话，好，这是值得的。好，观察一下。刚刚朱老师弯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意大利面断成几节？四节。哇，你是眼睛是高速摄影机哦，我都看不到你的四节。好，没关系，再试一次好不好？朱老师再弯一下。哎，那个秉恩高速摄影机麻烦启动一下哈，好的，预备起。四节。哎，我怎么这么准啊？我不好意思，玩上瘾。那个接下来那个可以剪辑一下，就是不要让长官看到我玩这么多的意大利面哈。两个四节了哈，哎，这很过分的，怎么可以四节啊？我明明就这样折啊，我折任何一个东西都应该到啪，然后就断两节才对啊。怎么会意大利面这么奇怪，给人家断四节？还是因为你在监视他就气了，然后就自己断四节？再看一次哦，猜猜看这次几节？还是四节哦。啊，预备，三节。三节，原来意大利面也是有个性的。当你希望它断四节的时候，它就断三节给你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不断两节，这是怎样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休息一下。什么意思呢？哎，拿那个。你看，你可不可以帮我？那是姐姐吗？帮我发下去，一人一根，你放这边，啊，姐姐放这边。对不起，一人两根好了，要不然你看，只有朱老师可以享有这样的权利。然后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尽情的玩，但是只有两次机会哦。但是你要记住的是，你弯了以后，它断成几节，好不好？哎 no， 希望不要因为这场假日广场
以后你们家的意大利面全部变成这样，住口住口。然后又本来是用叉子吃，以后都是意大利面用汤匙吃。好，给爸爸妈妈们一个概念哈，就是有时候其实科学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你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可能觉得怎么会呢？然后就一闪而过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很奇怪，他们会追根究底，想要知道为什么。这群人叫做但是请不要对科学家有成见哦，不是每个科学家头发都是这样，然后袜子就是永远穿不成对的哦，不是吧？不是。好。科学家喜欢追根究底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写出了一篇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的文章。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有多厉害呢？就是在所有物理的专业期刊里头，我们觉得最了不起的那本哦。这在讲什么？就在跟你讲意大利面为什么断的时候不是断两节呀、啊？大多数时候不是断两节，所以我们统计一下。刚刚你断两节的举手，好，很少哦。三节的，好，四节的，很多人都四节，四节以上的，五节，好，六节，谢谢。刚刚的统计完，有没有发现两节真的很少，偶尔会有，好。可是我都是一直用两节这样。哦，真的哦，好，这是三节。来，我们看一下。这整个论文，他把意大利面为什么会断，啪啪啪啪啪，这整个理论，然后他怎么去分析，都告诉你了。那朱老师在这个场合秀这个是要吓死你们吗？不是，我是要跟你们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小朋友他在玩这个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骂他，因为他有可能因为玩意大利面就做出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了解吗？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里面有很多物理可以玩，而且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难的话，也有比较简单的这个参考资料，大家可以去参考啊。我就告诉你哦，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那你看一下这个的摄影是慢速播放，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哦，三节有没有？好，再仔细给它特写。哦，四节有没有？还想看一遍吗？好，再看一遍。好，来，是慢速播放，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秉恩的那个叫做高速摄影。我有看到。你有看到、哦？四节好。那下面就很简单的告诉你，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再慢慢的去研究。那我们今天只是引起大家一个兴趣，所以我们就不把时间花在这里啦。这是我们的意大利面的物理哦。接下来呢，好，朱老师要来玩一个，也是在厨房里头或者在餐桌上我们会玩的事情。什么事情啊？刚刚朱老师讲过啦。在厨房里头又是水又是火的，又是爆炸又是微波，对不对？好了，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非常常见，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拿来玩的那个东西叫冰块。冰块会玩吗？冰块，对，小时候很爱玩冰块，不管是对拿来砸人或拿来粘舌头或者是都可以。嗯，好，看起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科学家出现了。来，然后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粘住舌头，对，然后拍一张照片当做你的 Facebook 的这个个人照。你要做的事情是，如果你有，你知道，倒一杯热水，然后呢太烫了，你就想它快速降温，你会怎么做？哦，你是请问一下这位小朋友家里是从事什么行业啊？为什么三不五时就有一台蛋可以拿？好厉害哦！你家就是实验室吗？
所以我们家里不会有一台蛋，但是我们会怎样？拿冰块啊，丢到那个杯子里头，让它快速降温嘛。下一次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麻烦等一下下，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观察一下，待会朱老师要 demo 的东西给你们看，然后这个啊，我在等待我的冰块，还有我的热水，所以先预告一下。会融化。会融化，我知道会融化。我们做一件事，一定要很小心的做，不小心就弄到我这杯，然后我当然就把它喝下去。给我一杯热水，谢谢。热水来了，好，谢谢。冰块先倒，然后热水。好了，那这个正常人在家里应该不会拿这种碗公来喝水吧？朱老师今天拿这个碗公的原因，是因为要做 demonstration， 要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拿了一个碗公啊。所以请不要误会，我是这么不优雅的人，平常是拿这个喝水的。对，因为这碗这么大。哇，这个水很热哎，刚从那个饮水机来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冰块长什么样子啊。待会呢，每个人都会发一个冰块，然后亲身看一下。妈妈，我长了大。好，朱老师在这边来做一下广告哈。科教中心有一个精神是，我们希望啊，革除一个在台湾受教育很容易有的刻板的现象。谢谢。什么刻板现象呢？谢谢。可以了，先放在这里。就是我们常常会教会我们的小朋友说，哎呀，老师跟你讲哦，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复冰现象，这个就是水的三态，固态、液态、气态，然后我们就背了一大堆东西在脑袋里。 No, 我们不要标准答案，你自己想出来的答案你才会一辈子记得。好，为了观察起见啊，在家里重复老师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请你不要真的什么步骤都跟老师做一模一样哦，那你就会很惨，因为这水是你自己要喝的，你不要跟我一样的染色，染一染再把它喝下去。我把染色的目的是让你们观察比较方便。啊，搞定了。所以我有一缸蓝色的水，蓝色的水只是让你观察比较方便。然后请陈福帮我再拉近，谢谢。好，大家还记得吧？这是一碗很热的水，对不对？好，然后把冰块放下去，放下去之后，你们要做的事情是观察那个冰块会怎么样。我猜就会融化。你猜会融化？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的天哪！好，国家未来有希望。来，会融化。除了会融化之外，还有什么现象？冰块会变成蓝色。冰块变蓝色？喂。好，我们就不要废话那么多了，就真的给它放下去照一下嘛。来来来，我们把冰块放下去，但是有没有人发现它开始转圈圈呀？有没有发现它转圈圈是越转越快还是越转越慢？越转越快。哇，大家都好厉害呀，已经通过科学家挑战第一关，叫做观察力测试。泡泡，哦，那个冰块结的时候里面有泡泡，你看看，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不到。好，来，请各小组长发下去热水跟冰块，让每一组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观察，自己观察到这个现象。朱老师这边呢，再做一次，再放一个冰块，然后同学不要激动，再放一次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放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转它？没有哦，我只是放下去哦。
他是自己开始转的哟。他开始转向了。对，他开始转，有没有越转越快？有没有？好奇怪哦，没有转他耶，他自己越转越快。越转越慢。怎么会这样？好，在这个同时呢，朱老师做第五个实验，然后第五个实验的器材也同步发下去。第五个实验是我们餐桌物理学的早餐物理学其中一个节目。谁早餐会吃那个喜瑞尔玉米片？谁？哎，有一些小朋友哦。好，下次你做这个吃那个喜瑞尔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朱老师待会要做的这个实验。这个对，对对对对对，拿去。好，那给我一杯牛奶，就拿走。大家一边在等待你们的冰块的同时呢，可以看一下朱老师这边。餐桌物理学嘛，也是要有个样子，看看哈、哦。这个牛奶太少了，太少了，整罐给我，谢谢。还有可乐，还有红酒。哎呀，对不起，有小朋友，我怎么可以喝酒？那个亲爱的国乐会长官，我们买酒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heers effect 的实验，并不是我们真的，你知道，浪费公帑，把国家经费拿去买酒，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也不应该把国家经费拿去买可乐啊。可是因为我们要做实验。好，那请。给我酒、可乐跟牛奶，喜乐，喜乐有。好，所以以下的节目要分级哦，请爸爸妈妈特别要留意这一点，因为要分级了。我们知道电影要分级，电视节目要分级，科学实验也要分级。如果您呢未满18岁，请用。牛奶跟可乐做实验。如果您满18岁以上，哎，我们的法律是18岁以上吗？如果您已经满18岁的话，才可以用这个做实验哦。这是什么？红酒啊。好，来。拿杯酒。冰块的实验你们可以做哈。同时呢，我先做喜瑞尔的实验。人喜悦是配牛奶的举手，配牛奶对不对？好，通常我们就会倒牛奶，然后呢，把我的喜悦这个薯片加进去，然后呢，今天早上心情不好，吃不下，就把这碗喜悦放在这里。放一阵子以后，我们看它会怎样。好，啤酒倒下去，啤酒倒下去。大家注意我这边一下哈，朱老师这边有一碗喜瑞尔牛奶在做实验中，我们待会回来看它。但是有另外一个呢，比较快的可以看得到我要演示的现象是用可乐。哇哦，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哦，人生很幸福。很少人会用高脚杯喝可乐啦，但是因为我们的杯子不够，我们知道我们国会长官，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做好几个实验哈，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来做。做什么呢？来，如命，看什么？不是看我的名字。对。
好，小朋友们看哦，朱老师把可乐倒到倒角杯的时候，请告诉我可乐的泡泡会什么样变化？会爆炸，会往上升啊！哇，好多泡泡！浮起来，有底。好，泡泡浮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哦。下降，它浮开了。哎，为什么所有的泡泡都跑到边边去了？因为边边有那个可以抓住的。再来，好，十八岁以上，不好意思啊，十八岁以上。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你知道红酒打开应该是几天内就要喝完，我们这应该是，哎，两个月前开的，不晓得还有没有效果。没有效的话，国会长官就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买红酒。所以我不敢保证有没有效。看一下红酒，也有泡泡，对不对？也是往旁边移动耶。哎，再次强调，十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上，这个十八岁以下，请用可乐做实验。朱老师，刚刚不管到的是可乐还是红酒，有没有发现那个泡泡都是往杯子的边边移动？这也是一个写成科学论文的题目耶，你们知道吗？我的妈！我刚刚其实有讲，这个叫 Cheerios Effect， 喜瑞尔效应啦。泡泡是浮在水上的，浮在液体表面，对不对？所以它有没有受到浮力？泡泡在液体的表面，还有受到一个作用力，叫做表面张力。大朋友可能听过，泡泡还会受到一个力。我们平常倒饮料在杯子里头，那个液体的表面到了杯子的边边，是不是会拉上来？所以总共有三个作用力作用在这个泡泡身上哦：浮力、表面张力，还有把它拉上来的这个力。就是这三个力的作用，让那个所有的泡泡最后都集中，不对，不是集中，跑到杯子的边边。那喜瑞尔呢？朱老师说的如果是真的，那代表啊，我现在这个牛奶里面的这些玉米片，它是不是浮在水上？是嘛，对不对？可是它是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大颗，所以当我要移动它的时候，我是不是时间要比较久？所以呢，朱老师只好先把它放到旁边，我们过一阵子再来看，是不是所有的玉米片都慢慢的跑到这个碗的边边。这个就是喜瑞尔效应。下一次小朋友就多了一个借口，牛奶倒了，喜瑞尔倒下去，然后不想把它吃完，然后就会跟妈妈说：“妈妈，我在做那个餐桌物理学实验呐、啊，我要放半小时，看一下它有没有那个朱老师说那个效果。”好，妈妈不要骂他哈、哦。好，来，谢谢。以上是餐桌物理学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动一动了。什么叫做动一动？动手。节能减碳。那我们的电都不够用，对不对？然后地球都在暖化，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发电？当然可以，对。助教，我们帮我收一下啊。那我怎么靠自己的能力来发电？哎，当然可以啊。有参加过我们之前的发电的相关，这个放在这里就好。发电相关课程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就知道，你要发电，是不是一定要有个磁场，然后有个线圈？好，细节我们这边不讲，我们知道你要转转转，或者是要动动动，才会有发电的效果。所以中央大学的大哥哥就做了一个实验，做了一个器材，这器材在这边。好，朱老师今天准备了。妈妈，你看看那个机器，很特别。我今天准备了五个 T 恤，都是小朋友的。这发电机怎么用哈？用踩的，只是这它不是设计成用踩，它设计成用手转。
好，右手转，好，右手转。但是呢，发电是一件辛苦的事啊，所以我们先征求一下小三以下，然后你长得非常健壮的小朋友举手。你上来过了，你觉得？你也上来过了，你要上来吗？好，你上来，来上来。做什么事呢？现在这个小朋友要先帮我们测试一下他转得动转不动这个机器。好，你上来，自己小心哦。转转看，开始。对对对对，太高了。好，那你把椅子拿下来。好，把椅子搬走。好，加油。这边有一个指标，测试一下。慢动作吗？对，现在是在慢动作吗？来，加油！加油！加油！好，明恩同学，我们要把力气留在等下还有事情要做，所以来，谢谢你，请回。我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告诉小三以下的同学，不是说老师不给你们上来，实在是你们的力气不够。OK， 那怎么办呢？小三以上的话，有没有人想试啊？哎呦，这么多人想试，我都要选一个最壮的，我都要选一个最壮的，因为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这不容易吧？你上来过了，哎，婷汉，你要不要来帮忙？你，大青你也上来帮忙，帮我加入这个。因为我们到现在连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都没得亮。哦，没关系。哦，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五个灯亮了，六个灯、六个灯。哎哎哎，你要不要？是啊。好好，哎，在你，在你，在你。为什么你知道？关一下，关一下灯。哎，大声小声。哎，好，来。全部关了，为什么？你们喜欢按摩吗？停，有 feel， 来，我最喜欢顺应观众的期望，来。那你还有？好的好的，没有了。一百七，哇哇，哦，五个灯，五个灯，五个灯，蓝灯亮了，第六个灯不亮，不亮，就是不亮，就是不亮，不亮。好，里面了吗？不好意思，没有准备还你哦。来，你有这权利指定下一个人上来。定昌，请看哥哥有没有比弟弟厉害。哎 no， 我们刚刚来这帮我们王定昌哥哥哦，大家一起数，等一下我说开始的时候一起数，看他几秒钟可以冲到那个第六个灯亮哈。来，预备，我们要一起说，还没紧张点啊，你可以先试一下那个力矩有多大哈。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停。谢谢谢谢，来开灯。你跟我一样，我也会，我也会。好的。哦，我们这两个哥哥都很厉害啊，都冲到了五灯墙啊，可是第六个灯就是不亮啊，太过分了，这第六个就是，谁说没有第六个灯的？谁？哎，你好聪明哎，真的没有第六个灯。不是故意要耍大家，就是因为朱老师也是被耍的。我学生做好以后，我说，哎，第六个灯，第六个灯在哪里？老师不好意思，还没装。谢谢哦，谢谢我这个很棒的助教，就是帮我们 demo 了这个。所以刚刚那个一路发电上去是真的啊，不是朱老师骗你的、啊。因为你呢，发电的这个，你这个，你踩的越大力，或你转越大力的时候，你输出的电压越高，越上面的灯就会亮。所以呢，像朱老师这种手无缚鸡之力，我大概你知道十秒钟之内都没有办法让那个蓝灯转起来。我们刚刚呢征求两位都是男孩子，有没有女孩子想要上来试试看？哇！这年头可能妈妈要带女儿出征啊，这怎么办？你要是来试试看吗？所以这再下去，我们可能变诈骗集团，因为第六个灯都不亮。好。
好，这是一个比较趣味的方式，我们来演示你可不可以发电哈。那到这边我们的设计就是刚刚朱老师讲的，你有一个磁场，然后有一个线圈，让它转动，它就会产生电流，有电压。啊，这是很基本的发电机的原理。小朋友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你转越快，你就有越多电压出来的话，欢迎来念中央大学哈，记得欢迎来念哦，最好来念物理系哈，不念物理系也没关系。好。这是我们电机类的人体发电，然后下一个我们演示的呢，也是同一个，你知道就是这个同学今天呢、哦、不敢来当我们的助教，为什么？刚刚已经有了嘛哈、哦，一个灯不会亮哦。因为他很害羞，我们下一个作品也是他的，其实做得很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作品是什么？下一个作品哦，比较是数学。再帮我测，谢谢。哇，看到这个，对，应该大家都会觉得很兴奋吧？弹珠台，就是个弹珠台嘛。哎呀，这个弹珠台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你会不会觉得很骄傲？那这个弹珠台是谁做的呢？虽然本尊没有到，但是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请看。中央大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常杰出的一个科系，中央大学电机系邱伟国同学制作。邱伟国同学同时也是那个第六个灯不会亮的同学。哦，刚已经有小朋友看到，你看一大堆弹珠嘛，哈、哦。如果我们把它从这个弹珠台上噗噗下去，所有的弹珠会变成一个什么形状？变成一个山，丢下去就知道了。这么多弹珠，怎么丢下去啊？好，你看一下哈、哦，这边有盖好。弹珠很多，对不对？我征求一个小朋友来启动这件事。你啊，你一定不对啊，你应该是前一个。你好，你好，你好，真的好热哦。你怎么启动它？来，你可以站在这里，然后你把这个压下去，但是你不要挡到镜头。这压下去，啊，这么优秀哦！重快一点啊！哇！哇！好不好玩？还蛮好玩的哦。来，我还以为他带一个那个。蔡桂明同学，蔡桂鹏同学，对不起，来转一下，转一下面对镜头。蔡桂鹏同学说，还蛮好玩。本尊出现，那你要不要再玩一次啊？不要。哟，谁说他要？哎，再玩一次很累哎，你看这盒子已经空了，那我一颗一颗把它捡起来，是不是？对，我们下次。对啊，然后朱老师就说不行。这个邱同学，你要帮朱老师做到可以快速回收，然后快速再重新开始，还是会怎么做？还不错哈、哦，哎，然后再把这一坨东西，再把它放上去，然后就给再做一次。我们再做一次，形状会一样吗？会吗？会。每一次形状都一样吗？好，你再试一次。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找你上来好像是找你麻烦？所以等一下可能要满地捡珠子的是你，对不对？对，哦，那你把它插进去。我们刚刚重现了我们每一次研发新的这个演示实验过程中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在实验室里是多么的狼狈。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满地找珠子的状态？真的，好，来，
VIP 同学，请。好像差不多哈、哦，谢谢。而且好像都是刚好跟我们哥哥已经帮你们做好这个白点点造出来的形状是差不多的，是不是？是不是？再把它做出来，再玩一次、哦。好，你先回做，谢谢。我们的时间不够，让我们玩这么多次了。而且朱老师要加快我的说话速度。哎，这每一个珠子下来，它碰到一个钉子，它是不是两条路走？再碰到一个钉子，是不是又有两条路走？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陈鲁帮我切电脑，还不错哦，这个东西。另外也帮我们物理演示实验室做一下广告，什么广告呢？你看、啊、我们研发这样一个东西需要的时间精力，这个大概已经是做到第四版第五版才有这样的效果。好，喂，邱伟国现在会变很有名哎。好，来一下来一一，然后这两个下来，你看二加一，一加三变四，三加三变六，三加一变四。好，再看一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条路下来分两条，然后再分两条，再分两条，可是越靠近中间，你的几率是不是越高？你走到那条路的机会是不是越大？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布，我们出来的这个分布其实很接近常态分布。爸爸妈妈可能知道什么是常态分布，有没有？常态分布，比如说我们刚刚吃光的那一包，来，谢谢那个棉花糖的包装纸给我。我们现在去买泡面啊，买食品啊，或者买什么，哎呦，都吃光哦。它都会给你一个规格，什么规格啊？叫做比如说我的重量是一公斤，像这个呢就写的不好，有些东西会写一公斤正负，比如说五十克，有没有？代表我可能这一包里头有可能会多五十克、少五十克等等，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不是都是一公斤？所以朱老师想说什么？大多数的情况是一公斤。有时候你会少掉五十克，可能变成比如说950克，有时候你会多五十克，变成1050克，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你都是1000克一公斤在这里，这种分布叫做常态分布。 OK， 好，下一个我们还是玩跟数字比较相关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叫做数学。 OK， 好，那这个请工作人员帮我。我玩数学要玩什么？哪一个小朋友可以告诉我2012年是什么年呢、啊、蛇年。蛇年，蛇年是2013耶。龙年。好，还有勒？老虎年。老鼠。证明了我们大家都是你知道十二生肖。还有老鼠。还有老鼠年。谢谢。世界末日。谁说的？你说世界末日年，对不对？啊，世界末日你怎么还在这里？所以你是末日重生了，对不对？对。然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人都末日重生，都没有死掉，好开心。末日是哪一天啊？2012年12月21日，其实大家都没有怎么样嘛。可是关于末日有很多很多的传说，这是其中一个。在印度的神庙里面有三根柱子，其中一根柱子呢叠了64片，像朱老师现在这样的塔，我这塔只有5片，然后每天可以搬一片到另外一根柱子上，但是呢你搬这好几片塔的时候有一个规则，就是小的一定要在上面，不可以小的在下面，大的在上面。好，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塔全部搬到另外一个柱子，总共64片哦，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一天只能搬一片。
所以大家应该很关心多久以后变世界末日吧，对不对？应该是两年之后。好，这时候我们就来做实验了。如果我现在只有一片哦，不是六四片嘛，一片从这里搬到这边几次？一次，一次，大家跟我数哈。如果有两片，好，两次，一、二、三，三次，对不对？好，现在有三片了，再数一次，一、二，然后嘞，三。四、五、六、七，东西放下去。好，请告诉我五片要几次？五片。好，我们继续哈。四片。我把刚刚的结果写下来。好，每一组会有一组，然后大家去试试看。做实验，哎，有人说四片是十五，到底是十五还是十三呢？好，我们必须要宣布一下，一分钟以后会收回大家的河内卡。五片三十一，五片三十一，就你跟别人的一样。大家应该同意这件事吧？五片一个，三次。两片五次，三来，一片一次，两片三次，三片七次，四片十五次，五片三十一次。然后有一个聪明的小朋友告诉我是二等 m 次方减一，什么意思啊？这是二的一次方减一，所以是一。这是二的平方减一，所以是四减一，所以是三。这是二的三次方减一，所以是八减一，所以是七。二的四次方减一，二的五次方减一。哎，好像五片的规律我们有找出来，二的 n 次方减一，有没有办法解释啊？我们从一片开始看，那个如果是太小的小朋友啊，如果是你是小一以下的话，工作人员可以发给他，让他继续玩，因为他基本上不会听懂我现在要讲什么，然后他会吵闹，所以要让他有东西可以玩。哎，工作人员也听懂我的意思吗？小一以下大班、中班、小班同学的小朋友可以继续让他玩。我们想一想哈，如果我今天只有一片，我要让这个移过来，这次就移一次，没错吧？零次，总共是一次。今天如果是两片，仔细数一下哦，两片，看一下。帮我数绿色这一片移动几次？绿色这一片，好，看一下啊，一，黄色不算哈，二，对，绿色这一片移动两次，但是黄色这边移动几次？黄色移动几次要重来吗？不用吧，一次，好，黄色一次，绿色。然后这些都是零嘛，三次，再来三片，三片哦。好，哦，看不见是，没关系，我们从三。哦，我知道，你说绿色的 B 看不见。
对，让阿姨写吧。好。好，哎，我们来猜一下好吗？三遍的时候，最大的那片一定只动一次嘛，最后那一次翻过来，对不对？那你觉得其次的？现在我这个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动一下最小的这个好不好？数最小的这个，一，这不管，三，二，三，四，四，好。哎，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一，二，四，接下来你会猜什么？假设你猜八，这边是不是四？这边是不是二？这边是不是一？这边你会猜多少？一、二、四、八、十六，哎，十五、三十一，规律刚好就是这个哎。然后学过等比级数的同学，哎呦。往往开始紧张，等比级数，这好早以前的事情啊，这不就等比级数吗？公倍数是二，通通加起来是不是有个公式？那个公式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今天没有时间算咯，但是很快的带过去告诉你是这样，好吗？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私下切磋。所以算一下，世界末日为什么没有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来？二的六十四次方减一。我们在世界末日。啊！怀多次啊！等我变成上帝，我就告诉你。谢谢。这个会变多少？哎，这很难算哎。没关系，我知道二的十次方是零二四。这是十次方嘛？然后大概是六点四，所以大概是十的三次方，十八次方减一。一后面接十八个零，十八个零，我们的宇宙都还没有这么久，这样懂吗？宇宙137亿年，你算一算，哎，怎么可能碰到世界末日？还没有啦，好，回去自己算一下。哎，我们的时间真是不够了，所以掌控的没有很好。来，我们看一下，剩下的就是简单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叫简单的东西？来看一下哈。朱老师会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四桥板，不是七桥板，只有四片拼图。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片拼图是这样子的，你们拿到会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你把它打开来，它是一个正方形，请你们把它变成一个十字，像这个，请你把它变成一个绿十字。你做好的大朋友小朋友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收起来，然后我们会发下一个给你。下一个这个拼图呢也是四桥板而已，只有四片，四片，然后它用一个珠串串起来，请爸爸妈妈帮忙怎么把它打开哦，应该会打开，打开以后有四片拿出来，拿出来之后这四片拼图要拼成什么？好，第一个做出来的送奖品，大人不算哦。这个呢，我建议一定要同心协力。为什么？一个人拼的时候一定有盲点，所以同心协力，大家一起做。缺一角不行哦，歪歪的也不行哦，斜斜的也不行哦。为了不让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开到地老天荒啊，所以各位可不可以看我这边一下？想问一下，玩过这个游戏的举手。
好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们总共不会就四片嘛，你们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对不对？看一下这四片，我只给你们一个暗示，给了你们这个暗示，给了你们这个提示以后，根据我们以前的测试，所有的人都拼得出来了，所以这个提示非常重要。来，这四片里头有一片最丑，叫做它。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片呢，就会有一个冲动，那个冲动是想拿所有的东西去补这个角，补这个角，补这个角，哈，补这个角，怎么补就不对，就很气，哈，补这个角。好，试着打破这个观点，如果你不去补这个角，会怎么样？你不是，你不要硬是要去把它补起来嘛？它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题里头的某一个部分呢？有没有听懂啊？加油，蒋敏在这边，听懂？我想做蒋敏哦，快！哎哎，坐下不给提示哦，对。刚刚周老师不是说了吗？这个角胶有没有可能不需要被任何一片拼图补起来？它是不是刚好有可能是这里或这里？如果是的话，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好，我把缝隙变大，让你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看到？看一幕，看一幕。那个陈武再把它拉近。好，所以应该所有人都知道答案了哈。请我们的助教帮忙把拼图回收，谢谢。周老师要宣布的事情啊，影响你一辈子，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哲学，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啊。什么意思？你一开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不是想尽办法想要把这里填起来？啊，不管你怎么填，就是拼不出一个题。你有好多个直角可以去补这个洞，对不对？可是不管你用哪一个直角去补，就是不对劲。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缺角当作是一个缺角，缺角，所以你想把它补起来。一旦你跳脱这个观念，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你发现答案好快就出来了。你跳脱的观念是，你把那个缺角不再看作是缺角。我要说什么啊？我们的人生哪有每个人都，比如说林志玲的脸、林志玲的身材，然后什么爱因斯坦的头脑，然后每个人的运气都好得不得了，然后你就希望说，哎呀，我既美貌，然后又聪明，然后运气又好，然后家里又有钱，然后、哦、什么好事都在你身上。要么就是我们会嫌说，哎呀，我不够高，哎呀，我有点胖，哎呀，我的这个空间观念不够好，哎呀，我的数学有点糟。我们都在看自己的没有的那一块，对不对？啊、哦，如果我家跟他们家一样有钱就好了，如果我的腿跟他一样长，我就变得好美。我们都看我们自己没有的那一块，可是，一旦你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好像是缺口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好像是你的缺点的那个部分，嘿，你的人生就不一样喽。
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请重新看待你的人生，不要把属女的特质变成你的缺点，要把它变成你的特色，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好，这是数学老师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好，倒数第二个，我们来做一个也是跟观点有关的，麻烦助教，我助教为什么在开这个小组会呀、啊？来，白板给我。朱老师今天时间控制的不好哈，如果有朋友想要提早离开没有关系，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你们在这边已经坐了两个小时，然后都没有看到有人去上厕所，也没有人不耐烦想要出去玩耍。好，来，谢谢。这件事情跟观点也有关系，我不知道你的数学老师会不会从数学讲到人生，可是不管是什么，其实应该都可以讲到人生吧，物理也可以讲到人生啊，数学也可以讲到人生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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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好，那小朋友听不懂，老师小朋友可能会以为人生是那个人生哈，没关系，人生不好吃哈，哎呦，你看我们这个这么实用频繁都已经做烂了。哎呀，朱老师要做的事情，看过的同学请不可以破我的梗，破我的梗的话，下一次列为假日科学广场拒绝往来户。来，三角形它占了几个格子，数一下，一二三四五，13。好，我都数很快啊，数那么多次啊，五格13格，这是一个三角形，对不对？所以它面积有几格？面积有几个？底乘以高除以二嘛，哈，不管管它是多少，不用算出来，不用算出来，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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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高是五格嘛，底是13格，对不对？没错，好，奇怪嘞，为什么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就会看出不一样的东西？不是，看看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样是四片，然后朱老师没有动任何的手脚，我还是用这四片拼出来的一个三角形。面的人是三，面的是五，耶耶。哎，你们搭配我一下嘛，演一下。哎，怎么会有一片不见？哎，再各位，科学从好奇开始 ，surprise 一下嘛，就算演也演一下，对不对？好。哎，怎么会这样，对不对？赶来这边，让他们看看。那块怎么不见了？是真的不见了？对，我还是用刚刚那四片嘛，对不对？我把片什么作弊？没有。没有，对不对？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全世界都知道你看过了，是是是，谢谢谢谢。好，这个东西今天朱老师在这边不公布答案，因为时间关系，可是你是不是很想知道答案？对。好，还记不记得刚刚有奖征答史上最短的物理王者在哪里？好，那上面有答案，找什么呢？ keywordSearch 消失的面积，你就会找到这个。而且我们不止这个版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今天没有时间秀哈、哦。他会告诉你，但是呢，你知道吗？人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哦，不管你学的是物理、数学、化学、生物什么什么，都可以讲到人生呐、啊。人生好，人生是。这怎么讲人生啊？哎，看事情千万不要只看表象，看一看它合不合理。如果它不合理，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办法把它不合理的地方找出来？可以吗？很明显吗？我没有，我这不是魔术哦，这不是魔术哦，我也不是像刘谦那样，胖哎，一块不见了，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一定有道理，只是这个道理我一下子没看出来。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不管你们多么的喜爱关键时刻。你在听他分析那些名嘴分析那些现象的时候，
想一想他讲的东西哪里有点怪怪的不合理。知道老师刚刚说的那个关键时刻是什么的举手好不好？好，名嘴谈科学啊，你知道这个电视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节目。 OK， 我看到大家的表情，所有人都全部专注想要把这个 puzzle 解出来。我解出来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我之前看过了。对，看过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二个，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解释理由了。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也是我们的新作品啊。这个新作品呢，我们请大家看一看玩一玩。它看起来不起眼，是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哦很厉害，多厉害！第一，它会变形，变成扁，放到口袋，放到口袋，哎，然后拿出来，去，就那个盒子。好，所以这是个可携带的小玩意儿。可是小玩意儿可以干什么？因为我们做科学演示的嘛。所以它可以让你拿来发现光的秘密。光有什么秘密？光有什么秘密？光谱。谁知道？他说一秒跑30万公里，感动哎。这个对我们演示完以后就不是秘密了，大家都知道了。对，光有什么秘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光的现象。大家最歌颂的、最喜欢的，反射，最好是折射、反射。这你们科学洗脑太厉害吧？那个彩虹啊，所以太阳光里面有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是大家都知道。哎，那是太阳光。这个房间里的光呢？那个也是光。那是投影幕的光呢？也可以啊。拿一个灯泡。拿个 LED 灯，这些光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会不会不一样？有可能不一样。那我用什么东西可以分辨它不一样？用这个，这个叫做可携式的掌中光谱仪。这边有一个观察的视窗，你从这边看过去，就看到哇，旁边就分出彩虹了。这时候就要考验各位的观察力。这边分出来的彩虹，你今天看的如果是室内这种日光灯，好看一看；室外看一下太阳，看一看一个 LED 的白色光源，看一看家里如果还有灯泡，传统的灯泡，看一看。嘿，你会发现分出来的好像看起来，我们发下去，好像看起来都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可是似乎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我们切一下电脑。怎么看呢？这边刚刚说的有个观察视窗哈，然后你看过去，你自己去抓你眼睛最清楚的位置，不一定要贴着哦，不用贴着，自己这样子抓一个眼睛最清楚的位置，就可以看到旁边分出彩虹来。你看哦。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LED 的光源，你会发现它分出来的蓝色的地方特别亮，你要用眼睛看，这照片照出来没有那么明显。你今天如果看的是一个60瓦的传统的灯泡，你会发现红的地方特别亮。如果你看的是一个光灯，你看到的那个线是分开的一条一条一条的线，叫做线光。 LED 回家看，然后还可以做什么？爸爸妈妈去买笔电啊，去买桌机的萤幕的时候，你看哦，这台是 Apple 的笔电，这台是 ASUS 的笔电，这台是奇美的显示器，你看它出来光谱通通不一样，因为它们的背光源不一样。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实验，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拿到，对不对？如果我把我的萤幕啊变成全红、全绿，
不是那个全红电子的全红啊，全红全绿全蓝。为什么它是全蓝？你看一下哦，背景格式，我给它100%的蓝。这边，哎，这边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100%蓝，100%绿，100%的红。然后我们去播放它，你会发现这是真的蓝吗？这是真的。蓝色里面有没有掺杂一些绿色啊？绿色里面有没有掺杂一些红色啊？看起来是纯粹的红，里面有没有掺一些蓝跟绿？所以最后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去观察日常生活里面不同的光源，它们隐藏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同样都是笔电，苹果的背光源比较好，可以卖那么贵？为什么我们的显示器会有差别？什么样的背光源会比较好，比较接近自然光源？这个秘密，这个小工具都可以帮助你了解。有看出来吗？变白在那。小朋友最开心的是一直变颜色。我一直变颜色。好，爸爸们、爸爸妈妈们有没有看出来啊？白色变成七巧板，七巧板也在变。好，我们再给大家看最后10秒钟，就要结束了。然后又变回来了。没有这样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彩虹？有，对不对？那个彩虹有没有不一样？不同的彩虹。白色的颜色会比较深，白色的那个彩虹的颜色比较深。好，我们开灯。因为周老师今天时间真的没有控制很好，所以已经超过20分钟，不能再耽误大家时间。最后为这个东西做一个总结哈，研究用的光谱仪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功能的，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工具，你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场合，你看到一个你想要了解的光源，你就可以打开，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光谱仪，然后就观察那个光源的秘密是什么。至于更深入的，刚刚周老师有提到什么背光源的差别啦，不同的厂牌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谈了。但是想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的是，科学存在于你的日常生活周遭，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发觉非常多不同的现象。用你的探究的能力，你的好奇心，你的实验的精神，去观察所有的科学现象。如果你发现什么好玩的，欢迎跟朱老师分享，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加入科学广场就到这边结束，很抱歉耽误大家时间，那我们就下一个学期再见。问我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结束，然后请大家收拾一下。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没办法收给你。